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家里有全系列最好听的节目广告节目的新的一期，我是西蒙。哎，我是老白。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前两天可能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了啊，我们这个跟 Clockwork 合作的这个 DEOT 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掌机啊，算是吉考斯这个整个系列产品当中的一环，是对，也是特别接近这个科学的一部分。嗯，对对，然后走进科学。对，我们今天就请来这个 Clockwork 的创始人之一哈尔老师，然后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他们在开发这个或者说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提的就是关于极客精神的故事。哎，然后这也是我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所以今天就跟他聊一聊，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浩。对，然后哈尔老师这个声音特别磁性，是特别动听。对，然后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就关于浩这个名字。哎，这就是我想问的，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漫游太空有关系？其实这是我真名的一部分。哦，原来如此啊！当然这是也有关了，也有关，因为他显然并不是个拼音嘛，对吧？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这个。我想了两个，要么就是漫游太空呢，然后另外要不然就是任天堂那个以前聪哥待过的那个哈尔研究所。哈尔研究所，对对对，嗯、但是他们的其实都是致敬的那个，好像。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2001太空漫游这个因素会比较大。是是是，对，一听就是特别极客的一个，是是 是, 是一个名字。当然虽然是我的英文名叫哈尔，当然是但我并不是那个 Space Odyssey 里面那个很 crazy 那个。Computer, OK, 对，然后今天其实我们这一期啊，就是也很好奇，就想聊聊这个极客精神是什么，因为平时就老听到这个别人说 geek, 嗯 ，geek, 然后有时候也说我们都是这个极客，但是其实并不是啊，并不敢，我们都是 nerd 的，不敢，是，对，然后就关于这个词和这个什么是所谓极客精神，就是这个有什么定义吗？哦，其实是我觉得那个。极客的一个很精准的定义应该是没有，但是呢，基本上大家会有一个蛮普遍的一共识，就是说，是某人对是某样东西特别痴迷，然后这样东西通常在技术的层面他们会特别的关注，然后钻得很深，钻得很深，对对对对，像这种人呢，我们把它称为极客，其实他的范畴会比较广，然后。像搞软件的、搞硬件的、搞音乐的，甚至搞政治、搞历史的，我们都能把，就是对是某一方面特别痴迷的，对，我们把就极客。任何一个领域，只要很痴迷，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上的 geek。对，除了痴迷之外的话，某种意义上，他的那种背景知识，然后他的那些专业程度，可能甚至超越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专业人士，应该说是职业人士。甚至会超越他们，就同人必死官方，就是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说，他首先是很专业的，但是专业绝对不是极客的，他的这个所有东西，他应该对这个东西是保有热情和喜爱的。对，然后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这种人能够从钻研是某一方面的技术中能获得一些乐趣，我觉得这蛮重要，对对。就是他在这个发掘的整个过程之中，他就是在不断的收获和体验乐趣，是、充满了好奇心和这个学术的精神哈啊、对，会有一些，那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你们的这个 Game Shell 的这个项目，就是由内而外的散发着一个 geek 的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看起来是一个掌机，但是通过我跟你们聊啊，和包括你们在社区里面发起的一些项目的感觉，就它可能。不是一个玩游戏的一个东西，包括我们其实对这个机器后来做的 DOT 的这个设定，也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玩游戏的机器来看待，而是把它本身当做一个可以玩的东西，一个科技类的玩具，有点那个感觉。就当时你们是怎么来想这事儿的？应该这样来说，就是说，其实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发现有很多。工程师在试图做自己的一个设备，一个掌上的设备，无论是它长得像 Game Boy 也好，或者是长得像一个 PSP 也好。OK， 然后呢，他们会通过树莓派的这样的板子，然后再加上 3D 打印的一些技术，然后呢，试着自己能够做这么一台
设备出来。嗯嗯。然后呢，但其实这个过程呢，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嗯，通常能完成这样一个项目的人呢，通常他们至少有一些，他们得有比较深的一些背景知识，像他得懂硬件、技术背景，对，然后他得懂软件，然后他得懂工业设计，然后所以说全面的，对，我们有时候把这种人称为全栈吧。但全栈工程师终究是凤毛麟角，是全栈是那个栈木字旁那个栈，栈道的栈，不是全栈三国那个栈。是是是，今天轮不到你匡扶汉室。是是是，但这词听起来就那么的酷。行行行行，全栈是是，我楼下有仨的，不是那个。是是是。OK，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被树莓派的销量多少有一点。打动或者说非常吃惊嘛。嗯嗯嗯，对不起啊，打断一下，树莓派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陌生词，能不能简要的先介绍一下？树莓派如果很简单说，它就是一台卡片大小的一个电脑，卡片大小电脑，对对对，然后它在上面能跑一个自由的一个操作系统，一个开源一个操作系统，然后这个销量本来只是在很小的圈子内的人才会去玩这样的一个特硬核的产品，对对对对对，像软件工程师中的很小一部分，或者说搞硬件的，然后还有一些搞设计的，它就是一些特别基础的一个硬件的集成吗？芯片处理器之类的，然后你显示设备、输入设备都需要自己去搞定，对对对对对，所有的东西，对对，就成本低廉，而且特别硬核的，成本贼低，贼低，对对对，贼低，对，甚至就是说$35一块那种，基本款$35，然后进阶款42吧，差不多，那应该是这样。差不多，差不多。而且这个就是进阶款和基本款的区别，只是在于多了点内存。是的，对。OK， 那都能玩出什么来在这上头？很坦率说呢，如果没有一点开发背景，就是交叉的背景，比如说我想通过一个树莓派扩展成一台掌机，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是我们看到树莓派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极客他们本身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欲望，然后同时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团队内的人也喜欢玩那些各种设备，所以是我们觉得那我们干脆做一套装出来，然后这个套装要做的足够的有趣炫酷，对，所以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像高达的那种，就是你需要自己 DIY 的这种过程的一些设计进去，其实这个设计呢，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变成来说是，当然。我们那你希望这样的形式可以吸引更多人来？第一呢，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只是做一个成品，它多多少少会把一些乐趣从用户的手里给剥夺掉。对对对。然后，所以说我们想尽量的保留下来。然后，但我们也并不希望这个东西就是太过复杂。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还原整个过程的体验。但是呢，我们对用户背后的那些技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倒希望能够降的是更低一些。就等于说是对有兴趣的用户，希望让他们体验就更友好一些。对，或者这样来说，就是我们希望最大化这个产品的乐趣。这个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先让用户先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不要觉得这玩意儿就是特别的害怕、很畏惧它。对，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说，其实是我们想了各种样子的设备，因为我个人对图形计算器是非常痴迷的。OK， 然后对，然后对一些很老的设备也是非常有然后呢，但我们最终选择一个类似于一个复古掌机的这么一个形象，也是有一些是考虑的，因为我们觉得玩游戏能够产生出了最直接的那种乐趣，对对对，所以是我们最终把我们第一代产品就定位成这么一个类似于 Game Console 的这么一个形态，但其实它的本质不是，本质不是，然后。它里面跑的是一个开源的 Linux 的一个操作系统，然后是我可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儿，我们看到有一些用户，
为了很执念的想玩一些复古的老游戏，然后他们甚至开始动手学 Linux 操作系统，这个是我们特别乐意看到的一点。因为在我们团队中，我们除了是游戏玩家，我们也是 Linux 的玩家。对，并且我们也应该来说 Linux 整个操作系统也伴随着是我们很多很美好的一些记忆。而且也有近10年近20年的这样一个使用的这么一个经验。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们当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传递出去。对对对。或者说是我想在这儿说一个，就是说更广义上的一个玩儿。就是说除了拿手柄玩游戏之外，把机器拆开，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乐趣。然后我甚至我能够在上面能够开发自己的是游戏。一些很独特的一些想法。现在可能大家把称为叫 indie game， 对吧？独立游戏。对，独立游戏。但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玩电脑，那时候其实刚开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电脑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现成的是游戏可以玩。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个是游戏的程序代码，然后把它录入进去，然后才能够继续玩。就这段对于就是年轻的用户来讲可能就不可思议啊，就很不可想象。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电脑还是一个很稀罕的物件。对对，可以称为电脑的东西没多少。是是是，对，太早了，太早了，太早了。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对中国来说，对，因为那个就是去年我正好还就是淘了一台我最开始接触的电脑，就是85年碰到，对，85年第一次就是接触到这个东西的 Laser 3。您那么早就接触电脑了？对对对，那时候不可思议。对，那时候我家境太好了，不是家境太好了，我那时候不到5岁，我是。就是那个家里有在少年宫工作的亲戚哦，带去了。少年宫那儿有，对，嗯，看到了。然后后来我是就是上小学到3年级之后，我才开始正式学这个东西。对，那也挺早的，其实对，非常早。也是80年代就开始接触这个。对，然而最后没有就是说敲代码，就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但是你感受到乐趣了，是吧？那当时确实很有乐趣，就是这个机器，就是我买到它，现在还能买到它，其实挺不容易的，也是从闲鱼上淘的。Laser 310，这个很老的型号，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它是易伟达出的一个，就是很非常非常简陋的这样一个机器，主要跑的是Basic 语言，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在上面还能做一些很简单的这样一些逻辑编程，类似于这样一些绘图，甚至绘图，对对对。然后当时我们的小学啊，每周四下午有2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电脑的这个兴趣小组里面，就每周最盼着的就是这2个小时。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边，我们干什么呢？用笔和本子自己写那个就是 Basic 的那个写 Basic 代码，然后画图什么的，对，画图，然后并且就是我们还会预期就是这段在纸上跑的内容，在最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那两 对然突然说这个，对，那你先说。然后那两个小时就是我们去验证这个东西的时间。是是，对 对。然后其实这一段经历跟我小的时候几乎一样。然后在我念是小学大概4-5年级的时候，然后每个礼拜也有一个下午有一个兴趣组，然后是你可以在里面去玩电脑。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令人很不可思议，就是说你可能得敲近百行的代码，然后才能够玩一个游戏，贪吃蛇这样的是游戏。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大家都特别想把自己写那么长的段代码，几个小时的代码给存下来。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设备，对，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只能现打。对，然后呢现做现吃，是是是是，对对对，真的是现做现吃。对，然后有一个是老师，他说其实你们可以用录音机的磁带把它录下来，然后我们试了很多次，我们从来没成功过。对对对，但当时不知道磁带机是专门的设备。是，但你们说这个，我也突然间打开了回忆。哇，就我们小学也有，然后其实就是我回忆的这个啊，是这个除了小学兴趣小组以外，就是跟那个学习机。
我是为了玩游戏，不是买了那个学习机吗？然后学习机里确实它是有那个 basic 语言的编程系统的，是是是，而且它还有一本书是专门教你对怎么来做 basic 语言的这个游戏简单的，是。然后我记着我就确实花了时间，它里面也有几页代码，他说你把这敲完了之后，你就能做出那个超级马里奥，哎 ，OK， 然后确实，嗯，你能做出那个人，然后还能控制他在里面走，对，什么的。我想起来这个，就觉得特有意思。对，然而当时的就是，就现在想起来就很有意思啊。如果是说用现代程序员的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就当时敲代码最痛苦一点就是 check。嗯，就是因为你里边只要敲错一个字母，这事儿就完了。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是我现在能回忆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的 basic 语言，甚至还有行号的概念，比如有十行、二十、有十二十，一定是这样的。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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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很严格遵循行号，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卵用。是，嗯，然后在我这儿可以分享一个，就是蛮影响我的一个事件，嗯，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因为我跟那个电脑混特别熟，然后所以他借了本书给我看，哦，然后呢在其实那本书就是讲100个经典的 basic 的游戏，哦，然后其中是有一个是游戏跟别的游戏长不一样，嗯，它的名字就叫 The Life Game。我说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玩过这游戏啊？这个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其实它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一游戏，它现在被翻译过来叫生命游戏。嗯，然后呢，这个游戏本身非常简单，然后它整个系统大概有3到4条规则，我现在一下想不特别清楚。OK， 嗯，应该4条规则。然后呢，整个的是游戏画面就相当于一个围棋的棋盘，嗯，上面只有。有星号或者没有星号，嗯，然后这个规则是讲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星号看作是一个人，嗯，如果他周围都没有邻居，嗯，然后他到下一步呢，这个星号就不见了，消失了、如果他的周围有2到3个的星号，他们会在空的地方会繁殖出新的，哦，新的星号。对，生命游戏，我听说过这个游戏，对，但是我没有真的玩过。所以说这个游戏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是我成功的把那个代码敲到电脑里去的时候，我盯了这屏幕盯了很久，因为他们一代一代的是在那边跑，然后感觉就好像真的有生命一样。然后其实我到后来做了一些功课之后，我发现其实是一个数学家所提出来的，这样所设计出来这样一个系统。其实，摆到现在来看，它属于一个很分支的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叫做原包自动机。嗯，其实它能够做非常多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嗯，然后所以说，你能看到，对，就是说一个游戏，一个非典型性的也是游戏，其实它背后所蕴含的东西非常非常深刻。是的，是的，嗯嗯。那哈老师说这个游戏虽然没有玩过啊，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就对于一个孩子来讲，这种体验肯定是很震撼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就苹果二，就正牌的麦金塔二上就看到就是警察抓小偷这种游戏的欢呼雀跃，是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吧，然后就是电脑这个东西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认为说电脑就是屏幕上闪一个绿光标，后来慢慢的就它的就升级，对，操作系统，有操作系统，对对对对对，有了操作系统，然后有了其他就是软的硬的这样一些就很具体的这样的系统。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也会觉得是蛮震撼，就是那个微软出了一个 Windows， 对对对对对，我经历了那个第一次的那个震撼，对，从 DOS 到用鼠标，这个对对对，太不可思议了，对，从命令行界面到图形界面，对，很夸张。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老 ，Windows 3.0、3.1、3.1那个版本，对吧？然后再往后就是 Windows 95，对对对。然后其实在我这儿，我可以跟两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原来那个电脑跑 Windows 3.1还能跑动。哦，然后呢？突然发现呢 ，Win 九五我的电脑已经没有办法跑了，跑不动了。然后呢，我很急于去找一个替代品。哦，然后我找了一圈呢，突然发现，哎，有一个叫 Linux 的这么一个操作系统，然后它上面能跑很漂亮的那个，Xorg， 就是一个叫
X Window System 的这么一个图形化界面。嗯，然后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原来跑在那种大型机上 Unix 的上面的这么一个图形化的一个界面。对对对对。我们用户是不是有人不太了解 Unix 是什么？嗯嗯嗯，比较复杂了吧？这个历史，我觉得可能是也像树莓派那样，两句话介绍一下吧。OK，OK，OK。Unix 呢，其实因为离我们实在太过遥远了，对。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是把它称为一个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期的这么一个电脑的一个操作系统。嗯，然后它是一个多任务的一个蛮先进的一个操作系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多个用户能够同时登录到一台电脑上面，哦，然后能够提交一些，它很像现在的云服务器的这种感觉了。嗯嗯 ，OK。这么先进呢，是这么超前呢？因为 Unix 本身来讲的话，当时运行在大型机上嘛，然后它面向很多，就是说政府啊，或者说是军队啊，类似于这些，它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说是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技术上限制，就是说电脑没办法做特别小，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自己家里，对对对对对，所以更加容易来实现一个方式，就家里有一个终端，然后连上更强大的，是远端的一台。很大的机器，嗯，对，嗯，那机器就真的很大，是是是，对，所以像这种历史，我们可能也只有通过上网去搜一些图片，对对，才能看到，是对，是是是是，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就是替代 Windows 95的那个操作系统 Linux， 对，嗯，然后其实这个操作系统也是挺有意思的，它首先是挺开放、很开源的一个东西，然后关键你不要钱。对，你真的是不需要去花钱去搞那些破解盗版，然后再把一个非法操作系统装在自己的电脑上。OK， 所以Linux 我从那个点就开始来使用，然后我一直用到现在为止，然后还是你的主要操作系统。对，然后所以说极客，应该说是一种习惯。然后，别人看我的界面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是我用了一个叫 TWM 的一个创客管理器。嗯，然后其实这个已经有20多年，这个它的背后的 code 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动过它了，但它依然非常稳定。对，然后呢，其实是我想在这儿说一点，就是说我为什么还是在用它。第一呢，它比较简单。嗯，然后呢，第二点，它是一个高度可定制的一个东西。嗯，就是说你能够100%。控制住它，就是说是，这里会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叫做自由软件的一个概念。嗯，然后其实在 Linux Torvalds 在1991年做 Linux 操作系统之前，有一个人物肯定得提，叫 RMS，他喜欢这样来称呼自己。OK， RMS， 当年他其实是特别在乎，就是说用户能获得对于机器使用的一个权利。所以说他发起了一个叫做 Free Software Movement 这么一个运动，自由软件运动。自由软件运动，对。然后，他始终在强调，就是他这里他所说的那个 free 等同于的是 freedom， 而并不是免费什么的。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能看到，自由软件也是可以来销售，进行商业销售，对对，进行商业销售，这个并不矛盾，自由不免费，是的，是的，是的，是是。然后呢，他为了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并且让他的代码，别人改了之后也一样来开源，所以说他创建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找律师去写那种协议。OK， 对，就是说我的软件是基于一个他定义的叫 GPL 的这么一个协议来发布的。然后呢，这个协议的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用了开源的做了修改，你也得你必须要开源，你对对对，就是说开源的属性被继承下来了，你不能拿了开源的东西然后自己去，没错没错没错，商业化是吧？对对对。那他这个协议，就是因为我前就是之前那个关于集合的文章的版权问题，我研究过
一段 CC， 嗯，就是这个开放版权协议，嗯啊，就它这个理念其实是很接近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你可以的转载，然后就是给予署名权，在不同的权限下应用它，但是哪些事情你是不能做的，嗯、类似于这种。嗯、是是，对 GBR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严格的这么一个协议之一了。那它算是这个开源这个概念从那个时候。对，有这个具体的这个定义。嗯，它是自由软件运动的最核心的一个工具，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它影响了是后续的很多的项目。嗯嗯，就是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开源的一个状态。对对对，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价值，虽然很有争议。然后呢，它是它那个时候，嗯，它经历了。Unix 操作系统的这个历史的，对对对。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是 MIT 的一个学生吧，然后麻省，对，嗯。然后他那个时候发现身边的软件正在慢慢的被商业化，哦，所以正好在那个时代，六七十年代也是在北美有那个嬉皮文化的那个时代。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更独立的一些精神是在那边，所以 RMS 觉得就是说操作系统被设了密码，然后我也看不了你的代码，这个对我而言我的权利可能受到了某种伤害，所以他说那么这样吧，那我就自己写。然后他按照Unix 的 API 然后自己写了一个操作系统出来，然后呢主要包括编译器、编辑器，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开发工具，嗯，然后呢，这个其实很厉害，这个不，这个其实就等于说是你不让我用这个车，我就自己造轮子，就是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其实这个操作系统呢，七七八八已经可以跑，但是呢，它的那个 kernel 始终没有打磨的特别好。kernel 是什么？kernel 就是操作系统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啊，嗯，就是操作系统的内核，内核、嗯，对，它是跟机器。就是来跟硬件密切交互的，很底层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1991年时候有一个芬兰的学生 Linus Torvalds， 然后呢，他可能也是因为都是网名哈。哦，这个是他真名，真名，这个是他真名。哦，他就叫这个。对对对 ，Linus Torvalds。对。哦，嗯，芬兰人，绝了，芬兰人。然后呢，他当时也是出于个人兴趣。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后来写了本书叫《Just for Fun》，OK，所以他会觉得，就是说这个过程是好玩，好玩，就是。然后呢，他他想写一个 Unix 的，类似于 Unix 的一个内核，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这想法呢，就是放到了当时一个叫做 Usenet 的这么一个，像今天有点像 BBS 的这么一个环境中，然后呢，然后。大家就慢慢的对这个项目就是添砖加瓦，然后对对对，然后到今天为止，其实 Linux 已经跑在各个地方，就是你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地方啊 ，Linux 这个 kernel 以及相关的基于它上面的操作系统，全都在跑。就是说除了家用级用户之外，像其他很多领域都有，服务器领域甚至手机是都会有，对，所以从91年才发起这个开始，然后这个项目就一直持续到今天，然后对，也是所有的感兴趣的人们因为好玩一起加入进来，是是做了一件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对对对，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项目，是写一个操作系统在大部分人也包括我的一个印象当中呢，肯定是需要一堆精英，然后他们跑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在一起，然后花很多年，然后把它研究出来，对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细和精密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呢，但 Linux 对这个操作系统它的产生让我觉得就是其实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吃惊，就说它很像是一个集市，然后大家进入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做一些展示自己的优势，对，非常自由的一些交换，然后结果
也欣欣向荣，嗯，然后并且也能够完成很多不可想象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这一些东西完全是在没有就是既定的规则或者组织的情况下，完全是靠自发来形成的，包括说对这个系统的维护升初始的这样一个维护升级改进等等这些，而且它已经这么多年，快三十年了，对是是是，对对没错没错，三十多年，嗯，所以说哈老师刚才讲这个集市其实就很有意思，就。集市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没有的，有几个人在这儿坐下摆摊儿，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范围自然发展出来，对对对对对，很自然生长的一个对对对状态，非常自然。对，其实有很多的国家想有一些操作系统的一些计划，但是你会发现最终可以出来，但是可能缺乏一个后续的一个生态。嗯，所以说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用一种很低廉但是却很高效的一种方式来解决，是啊，所以说开源很奇迹的一个事，对，是是是是是。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开源，的整个的文化，其实对我、哦、对我个人而言也是很有影响很大，就影响很大，震撼的也震撼的一件事情、嗯。对对对，因为大家凭借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居然能够做一些很精致的东西出来，一些很庞大的东西出来。嗯，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自由软件和开源的文化慢慢建立之后，嗯，有越来越多的那些技术的极客，特别是软件的极客，嗯，他们特别想把自己的代码也开源，也放到那些著名的项目中去，嗯，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能产生巨大的成就感在里面，是是是是，并且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对对对。嗯，所以说怎么样把自己的代码提交到一些开源的项目中去，嗯嗯，然后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件事情是激励了很多后续的程序员的，嗯，有一种就是 NBA 进名人堂的感觉啊，是差不多吧，对，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项目，然后有我的贡献在里面，那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与有荣焉，特别牛，对吧？是吧？对对对，是，嗯，所以说是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蛮良性的这么一个生态，嗯，一个生态，嗯，对。我听就哈尔老师刚才的介绍啊，包括对这个 Linux 和 RMS 这个介绍，以及这个开源运动，就感觉是什么呢？嗯，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们，就推动他们的。前进的动力不是利益，对，不是就是特别具体的利益，而是一种就是自我实现的就是成就感和荣誉感，很纯粹的，很纯粹，对对对 对， 对，嗯，当然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嗯，所谓的成就感也好，嗯，那些很宏伟的目标也好，啊，嗯嗯，在我看来可能嗯回归到最本质来说，啊，其实我觉得自由软件嗯那些极客嗯啊嗯，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嗯嗯，其实他们某种意义上说是找到了一种乐趣。其实在我看来，乐趣是真正驱动这件事情在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对对，对，嗯嗯，有很多人觉得现代计算机的历史可能是军事的力量来推动，嗯，但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的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嗯，是不是会发现其实现代电脑软件硬件这些概念的出现可能是来自于嗯那种以前自动会弹奏的钢琴，哦，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一架钢琴嗯它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软件，嗯，然后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来驱动这个钢琴，就像西部世界里边那个自动钢琴，就软件其实就是打孔乐谱。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他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蛮有隐喻感的一个、就是、一个梗在里面、嗯。那个就是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自动机嘛。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有硬件软件的概念了。是是是是是。所以再往前推，你会说音乐是什么东西？嗯，音乐就是。茶余饭后，大家吃饱了饭，然后可以让自己生活变得更有乐趣的这么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东西，精神上的享受。嗯嗯，对， 对， 对，所以嗯，还有人说钢琴这种就是带按键的设备，嗯，也对后来的打字机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影响。嗯，然后再往后可以推演到像自动的织布机，
嗯，然后再往后是一些机械的计算机，嗯，所以说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历史来看待计算机的一个历史，嗯，你会发现它的最核心的动力还是来源于音乐，一种消磨时间的一种让人觉得愉快的这样的一种动力。哈尔老师这个论断牛逼啊！是，我觉得挺牛逼的，真的就一切都是有趣嘛。对，就是说怎么样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世界中产生出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让人活得很开心。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是在里面。嗯，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极客精神的很重要的。对，所以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 Linus Torvalds， 他其实写过，他在2002-2003年的时候写过一本传记啊，然后他的那个题目就是 Just for Fun， 所以是我在我看来，就是说其实，他已经把这个事情给梳理得非常清楚了，回归到是我们做的那个 Game Console， Clockwork 的本意就是说是指一个复杂的一个发条齿轮的一个装置，发条结构，对，一个齿轮的一个装置，所以说是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隐喻，就是说因为现代电脑之前其实有一段历史是由机械电脑，对，机械的计算器装置，对，我站最爱的就是蒸汽朋克，差分机，对，是，所以说是我们觉得那个是一个起源，就是说是一个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一个起源、而通常一个起源的时候，人们通常对于这个技术是赋予他们足够良好的一些期望是在里面，对，所以是我们会把这个词给拿过来，然后呢还有一些更深刻的隐喻是在里面，就是我们得提到牛顿这个人，因为呢在他之前其实是那些占星术士然后炼金术的这个时代，然后在他之后呢其实是现代进入了科学的时代，所以说他站那个点，然后呢他认为这个宇宙是符合一定的规则来运作，就像一个 clockwork， 所以说甚至是有一本书叫 clockwork universe，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所以说 clockwork 这个词的隐喻、很深，就是在这两点上面，对，其实是我们也再回过头来，我们想让用户能够知道我们来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初心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希望，用户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设备，一个小小的终端，对，一个更接近于数字技术的，原本的样子，对，一个是开端的。因为它功能比较弱，对吧？它更接近于相对朴素树莓派一样东西，是是是。然后呢，但你能在上面运行各种东西，我们绝对是不会来限制你什么东西。所以说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系统。所以说我们能够希望用户能够通过触及到技术的开端的那个时间点，就很本质的东西。对，然后能够真正的理解技术背后的乐趣，然后以及整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然后是我也相信，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引导，然后让用户能够理解更复杂的未来的一些东西，算是一个敲门砖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一步，就你有足够的兴趣才能推动你去做这些事情。是，对，因为那个哈老师刚才讲这个，其实我想的就前一段时间仲庭老师翻译的 Jonathan Blow 那个演讲，对，他讲的就是什么呢？科学在进步，但是呢，位于社会末梢的每一个人，他作为组成这个社会的细胞，他对科学的认识在退化。其实我挺同意这个观点，那个演讲我也看，然后其实也说出了我特别想说一些东西，然后因为现在的程序员他们从要上手的那个点就不一样，其实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复杂度是远远高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复杂度的，这不是一个数量级，也不是一两个数量级，概念不一样，对，所以说我就举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
让现在的刚上手的程序员甚至点亮一个像素，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而是因为他们所使用那个工具太过复杂了，太过复杂，对，对太过复杂了，是吗？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还看过一个就是老程序员写的这个就自述，就是说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我们做程序员是在干嘛？我们是在跟硬件做斗争，我们就代码本身是怎么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我们是在就是当时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在抢内存。明白，对，明白，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抢内存、抢时序。对，这个是当时程序员的本质。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目前的就写代码的人，他可能离这些底层就非常非常。其实 ，Linus Torvalds 他也说过，就是说，当计算机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专业设备之后的话，其实很多乐趣就没有了。所以说，真正有乐趣的，它必须得有它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足够的简单。然后有限制反而是一个能提供乐趣、足够的自由。对对对对对对，有限制才有自由。就像哈老师刚才讲 Cloud Work 的概念，就是说简单的设备，然后清晰的规则组合起来，这也是有乐趣的。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DOT 这个产品，我们未来还是想多在上面做一些有意思的活动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大家看没看到啊，就是我们会马上公布一个类似 Game Jam 的活动，但我们这个活动就非常希望能秉承这种开源或者是纯粹为了 Just for Fun 的这个概念，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然后我们不去想是不是能商业化，然后我们不去想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带引号的那个价值，然后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和这样的一台有情怀的东西，我们去实现一个你无拘无束的一个纯粹的创意，就做有趣的事情，做有趣的事就行了，可能不想那么多别的，就是 just for fun。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也希望有很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个创作里面来，然后让我们看到大家的一些特别好的想法，然后和概念，然后当然我们会针对这个活动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和铺垫，然后这个也会在我们网站陆续更新出来。对，因为大家可能要上手 Linux 系统，还是需要一些简单的介绍，然后和这个入门的一些指导的，是，然后包括可以在上面使用的一些开发工具，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对对对对，然后这期节目我觉得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也很深刻的了解了啊，这个乐趣是一切的根源，对，尤其是这个，就是因为哈老师开始就讲了嘛，就是在任何领域都有极客，嗯，你在这个领域有足够的兴趣，你愿意去钻研，挖得很深，挖得很透，你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极客，对对，所以兴趣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让我们一块儿尝试一下，哎，对，那个感谢哈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啊，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会及时回答，包括对产品，包括对我们未来的活动，或者是关于这期节目的任何内容，可以在这个集合 APP 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对，包括技术和产品方面都可以。好的，然后这边也会在技术层面给出各种支持。哎，对，OK，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广告节目再见。哎，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哎。